只要我们四个在一起，无论什么日子，什么愿望，都能实现。对，我们四个就是守护彼此的天使，一定会有更好的人来爱我们，开启人生新的篇章。拜拜。球装不错，徐总好。不过你可以下次试着再放开点。一式两份，白纸黑字，这是我留下来的前提。不谈与工作无关的事。加班福利，请你吃我的香肠。更不准有肢体接触，这样会让人误会的。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而且我们已经准备要结婚了。准备不上你。早点跟他坦白，别耽误了一个好姑娘。徐总，这么巧，这是什么？一副委屈样子指控我，你跟那个许晨毅早就搞得不清不楚了，对不对？明明是他出轨在先，却要找对方的忙。你说啊，有个人他捡了别人的东西，就偷偷的放在自己家里，而且一放就是好多年，说明这个东西对他有纪念意义。我承认，我是喜欢他，从今天开始不要打扰他。我是林薇，是新上任的运营部总监。你应该知道我跟许晨毅的关系吧？我现在喜欢怀旧，总觉得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故。蔡欣的账目有问题，他向公司举报是你让他报假账。我不会辞职的，我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不会承认。许晨毅，对不起，来晚了。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，夏言是我的，谁也别跟我抢。